还有很多人喝茶，但是怕会失眠。农委会茶改厂导入了台湾特色茶制程，那么研发出了桑叶茶，喝了不但能够舒缓身心，还有安神的效果哦。眼前这一杯杯深褐色的茶，不论看起来或是闻起来和一般的台湾茶没太大的不同，但泡的可不是常见的茶叶。我们今天要推的是桑叶茶，但是桑叶茶很特别，因为桑叶茶本身它就具有GABA，GABA是一个舒缓神经、可以放松安眠的一个作用。没错，桑叶变茶叶，小时候常摘来喂蚕宝宝的叶子，现在制成茶饮，里头富含GABA氨基酸成分，有稳定情绪、降血压的功效。最重要的是，因为没有咖啡因成分，即使晚上喝了，也不用再担心失眠睡不着。苗栗农改厂和茶叶改良厂合作，把桑叶导入台湾特色茶制程，研发的GABA桑叶茶不但保留更高量的GABA成分，而且一口气推出三种特殊风味，有人参香味、有麦香，还有果香。那过去呢，桑叶茶都是把它烘干、烘焙，直接去冲泡的。那所以这次的是非常的特别。综合掉相关的这些咖啡因对我们人体的一些影响，如果消费者对咖啡因是比较属于敏感性质的，我们非常推荐他来选用我们的这个GABA的全新桑叶茶品，冷热饮都有，要用独特口感、浓厚香气打进茶饮市场，也让长辈们也可以安心喝杯下午茶，反而一夜好眠。民视新闻林静鹏与周台北报道。